八月全国农业博览会举办，官府推出一项三合一的甄选活动。在展览会期中，予分人的优质农特产品参与展售，替地方的产业创造销售和提升知名度的机会。这项甄选活动今仔日正式展开。这次办三合一的农博特约商店、农博摊商，还有农博本铺的产品甄选活动，是为了更好的行销云林，让云林最好的农产品、最好的特产品都可以跟国人见面，让大家更好的认识云林。官府人员表示，全国农业博览会将吸引大批的民众到场参观，这人潮将是云林物产上好的销售管道。官府欢迎在地优质产业踊跃报名参展。农博的摊商跟外面摊商一定不一样，它一定是有特色的，一定是安全的，一定是有创意的，让大家可以看到云林最美好的一面。凡是你有这种能力的，就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评选。云林观光休闲产业的业者也认为，云林的产业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小企业，确实真需要官府来协助打知名度。我们云林县的一个厂商都是不会很大，那我们的协会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些小企业、中小企业为这些中小企业能够说，在这方面有更进一步的，在一个市场上的一个推动哦。那我也希望借这个农博的一个机会，整合一下我们云林县的一个中小企业的厂商，让我们中小企业能够迈向国际化的一个舞台。全国农业博览会三合一的甄选活动，有分特约商店、甲农博摊商以及农博本铺等三种。官府欢迎有兴趣的业者踊跃报名参加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